沿路鸣笛狂吹，这时逃逸的汽车突然停下，远警不敢大意，立即持枪下车。下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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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趴下！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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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下车！安全带解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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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面手放这！下车！手放在门上面！手放在上面！还没有怎样？被拦下的驾驶还辩称自己根本没有怎样，不知道为何会被拦下。但在不久前，他明明才违规拒检。2月29号凌晨2:30，林姓男子行经花莲中山路与国联二路，在转弯时因为违规跨越双白线被警方盯上。不过他不但不停车，甚至还钻进小巷，并将车灯关闭，熄火躲藏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追捕。大约追逐了10分钟，将近2公里后，男子在巷弄内还是被远警团团包围。事后一查，这名林姓男子从来没有考过驾照，还有毒品前科。虽然这一次在车上没有发现任何毒品，但他不止无照违规跨越双白线，甚至拒检逃逸，最后恐怕会吃上上万元的罚单。